来，哇，他弟超厉害的，超厉害，超厉害的！哦，爬不上来，爬不上来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他爬不上来了。可以的。求神雨。陈小敏看我，陈小敏看我跟托比，托比，托比，老师，我把你放下去。是吗？自制手臂有自制救生衣吗？他这样没有紧啊。爸爸在自制手臂游泳圈的救生衣给托比，他应该会溜掉哎，我觉得。有啊，轻松很多。哎，有哎，轻松很多哎，托比，你好棒哦！哇，爬上来了耶！呜耶耶耶！呜。那你跟我去啊，你从你那边上去，我们去跟老板接一个救生衣，走。自制救生衣，真好笑。宝宝。嘿，宝贝。我不想接接。真的。练习。要在上面吧。就会掉了。他游去哪？他游去哪？他游去哪？他游去阿公那里，他没有地方啊。他找一个有福利的地方。他才不会想要捡呢！这里，这里，来这里。有，他现在变轻松了，他就这里，这里，对呀、啊，他这样游好轻松哦，就不会有溺水的感觉。那个救生衣啊。好，你把孙小米带上来。你看他走，为什么走路这样走？他怎么走路刚刚那样走？他怎么走路刚刚吓一跳这样走？你看，你看，歪歪的，为什么走路歪歪的？为什么？是因为带的东西吗，托比？有啊，你看他走路歪歪的、啊，你看。对啊，因为他是的。哦。来，托比来，托比看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妈妈呢？嗨，托比。好了，爸爸来救你了。你不会觉得你这样子一直不知道游去哪里呀、啊？这边又没有地方。哇，这个可爱。小文小心哦，文文加油，游到那个梯台那个斜坡。你刚才也讲了。哦，刚刚的水。来来来，休息，休息一下。过来，哈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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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好。
好棒棒，好棒棒，好棒棒，好棒棒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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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不好玩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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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去去！哎，好不好玩？弟弟，我在这里。哇，弟弟保护你。好啦，弟弟。好，上来休息一下。喝个运动饮料。好了，可以站起来了。他现在趴在外头运动，不想吃东西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们都好棒哦，陪托比游泳哎。没有吗？哦，托比好临危不乱。耶、yeah, ，好棒哦！等我们去跟老板借，走。等等，弟弟过来，好棒，好不好玩？放快要没劲。好啊，不要你，你给爸爸用，拜一个。爸爸，拜拜。好，不、okay ，第二轮要下水喽 ，Poppy， Go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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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玩玩 ，Poppy， Go， 找爸爸。我要进去，我没有拖鞋。那爸爸，那爸爸，耶、yeah ！好 ，Round two， 然后 ，Go！ 来，找我吗？他就在跑出来找我，你看他想出来找我。啊、oh。好，你也要坐上去啊、哦！好，你先把孙小文放上去好了。有啊，你就扶起来，扶起来，对，扶起来。对了的，哇，孙小文会用那个哎，叫声音，出声音，出声音。哇，这边设备很好哦，它是给小朋友的游泳圈啊、救生衣都是免费的，只有狗狗的，如果租一件要100块。弟弟的手很短，他拉不到船。姐姐帮你，姐姐帮你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姐姐帮你，姐姐帮你。好，抓住，孙小文抓住。孙小文，抓住，抓住，抓住你的飞机！好了，不要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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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这只拉布拉多好可爱哟、哦，超可爱，好可爱。你们看我这里，孙小文、孙小明，哇，这只可以去捡飞盘的狗。哇，好可爱哦，你们两个。你说弟弟要用手臂泳圈哦，他比较好啊，那还是用手臂泳圈。不要把它弄倒哦。好。好比晒太阳啊，好，你们俩看我，放眼拍照，哎，看我，哇，
哇，这拉布拉多好可爱哟、哦！托比好好笑、哦。对呀、啊。啾！乖，放轻松，放轻松。哇，托比好棒！运动到吗？哦，上不来了，上不来了。托比他脚太，他的爪子不够力吗？为什么要上不来？不够有力。不够有力。托比，哎，爸爸你看我，爸爸你看我，托比，这样好可爱。托比，再看一张。托比，托比，托比，好，你可以看他，我知道叫他叫托比，托比，托比。托比，托比，可以玩很久啊，这样不限时间。现在几点？哦，我们是五点要去富兰朵。那你可以拿过来啊。来来，你们三个看我，三个看我。来看我，小文看我，小文，托比，我来晚了吗？啊，没有，来看我，耶，托比，小文，小文，托比，托比，托比，小文，耶 ，OK， 有了，有了，好棒，对呀，那不然更可爱，超可爱，超乖跟懂事的狗，真的，因为他教很好，教超聪明。特别来，特别来，给他食物，他就冲过来。他不是会敢跳水吗？特别来，他宁愿不要下来好吗？因为他知道了，昨天回去就睡着了。别那个，小朋友的。我昨天夏天两个男生是他们公司助理。对，你要讲什么吗？因为我想说，哦，我们说他开那么远，你去的家就在旁边那边。我说真的、哦，路边就在旁边。还有一个什么用具？在这里，这里。你拿小毯子。旁边而已，这么近。他说对，就在那个转角处。我说好。这小米好好笑。那也可以不需要带那个啦。哎，阿姨 GoPro 嘞？你今天不是开箱 GoPro 吗？没有，还没开。这小米在划船，哈哈哈哈！这小米在划船。划船在 Kobe。好可爱，孙小文很会玩呢。孙小文很会玩。你是螃蟹吗？你是螃蟹对不对？他笑得很凉啊。哦，又不好。啊，没事没事。不是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家的拉布超可爱的。嗨。你看这样子都根本就不用下水，只要丢飞盘就会自己来玩。我超喜欢干这种大活，你可能要付费。大家训练他，不敢跳。Hobby 嘞，上来，他要准备要跳了。Hobby 上来 ，Hobby 上来 ，Hobby，Hobby 嘞，上来。Hobby 嘞 ，Hobby，Hobby， 哇，好棒 ！Hobby 来，你要让他摸一下，不然又不来。摸一下，对啊，你要摸他一下，不然你就叫。好棒棒，好棒棒，好棒棒！要给他吃的吧？要给他吃的。对哦，刚才都没有给他吃的。他爬得上来吗？爬不上来。没有给他他的零食。有没有带耶？啊？他这边有卖吗？没有带。有卖吗？我要戴口罩。我问老板要怎样，我问怎样。我问老板有没有卖。有水是什么？警察没有跑进门，才跟我们说。陈小米，看我，对，我帮你跟托比灿拍一张，快点！不要这样抱他，你不要抱他，你摸他就好了。对，好，托比，陈小米，看我，棒棒，棒棒，托比，棒棒，棒棒，你好棒！
狗狗运动的时候不能吃东西，现在一吃就会吐，所以它会发抖，是因为它没有在水里呀、啊。它就像我们人一样，在水里它就不会抖了，它在水里游，要不然它就会发抖，所以它在水里游。一二，波比，耶，好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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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要咬球，它不咬球，好棒棒。好跳，去哪里？芭比，芭比跳，芭比来，芭比，芭比来，芭比，芭比来，来，芭比来，芭比来，好，芭比准备了，跳，芭比来，你这样有意义吗？哪有，我要他跳水啦，跳水跳水，好，芭比来，芭比来，芭比，芭比来，现在喝水，芭比来，芭比来，哇，你可以跳这么远哦，好，握一下，耶、yeah ！来来来，没有啦，没有。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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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已经喝，已经喝，好跳！太近了吧？芭比来，芭比，芭比来，芭比来。跳，芭比来 ，come jump jump， 芭比 jump， 做得到的，你做得到，芭比 jump， 芭比 jump， 哇，好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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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不给他，对啊，带游泳圈哦。哇！再一次，芭比再一次，芭比再一次。对，他游完好像就不会抖。对啊，他就是要运动啊。他以后就会成为他的童年阴影。为什么？应该要讲。哦。哇哇哇哇！看一下，连小米都不帮他。抱歉抱歉哦，我没看到。不行不行。我不，而且我也比较。你不会啊？你是爸爸，你可以陪他啊。一二一次。你要陪他一起游哦，你陪他一起游，快点，你陪他一起游，转过来，我帮你们录。来两个比赛，要有点距离。你输了哎！你输了，不可以抓他。扶他，扶他啦！是来帮他的。好棒啊！打掉了，哦，根本就直接弄死他。而且你游泳还输，因为我没有游自由式，那他是我用。他也没有自由式啊。那我游一次，他不怕死啊。那他很小气气而已啊。那我游一次自由式跟他比。哎，你们要有距离啊，你们不要互相干扰嘛。那我游一次自由式。等一下，等我。这个白色的。等一下哦，我把它切掉，再直接再录。两个比赛，比赛，比赛！哦，托比赢了！托比赢了！休息休息，十分钟就休息一下。好 ，OK。哇！怎样？哎呀，被他抓的哦！
泳圈要拿上来，不要被那个。好，你们过来，后来不是不玩了，不玩就还要去还老板。乖，谁，妈妈帮你擦擦，擦擦，擦，来，你好，妈妈帮你擦擦，哎，no， 你有开 WiFi 电脑？有，因为我电脑，对，乖，乖，你不要跑太远哦，乖，我等一下，那你要帮我手机充电。对，因为我发现你说很多连断的东西。怎样？好。站直，站好。要挺起来。耶，好。没有。在小米游泳池，有趣的狗狗游泳池。现在换小米训练 SUP。对，来往我这边走，往我这边走。来丢！你越踩越旁边了。你这样子啊？哎，你这样子。阿妹，到！不捡，哈哈，不是他的东西要不捡呐、啊。不是他的东西要不捡，没有，那没有便便啊。来，快点加油！Bobby。没有啊，他在玩啊，你就让他游，你就让他游。他找到妈妈了，找到妈妈了。好了，你不要再去拉他了。你要娶吗？哦，亲一个，掌声鼓励鼓励。
压力比较没那么大的感觉，我也不知道。我知道这边起来深。对啊，不是都一样。可以。你要扶他，你要扶他一下，推他屁股，推他屁股。去找妈妈。你不要一直把他往外推啦。何必来？何必来？何必 come。何必jump？哇，有一个好大的狗。秋田哦。哎，何必jump？等一下，有一圈。不要抓他，在游泳不要抓他，在小米。孙小米，他还不太会游。他游得很好哎，我觉得。猪队友，一堆猪队友。不用，好 ，Go， 好了吗？走了啦。你走喽。哎，打开。耶。来帮头皮洗澡。我们大家有没有帮头皮洗过？没有，没有洗过。可是应该要帮他洗。系绳子，不然它会跑掉。对啊，你过来，过来。关，金鹏鹏，通在这，通在这好不好？会不会太热？很舒服，还好不会，很舒服。那、你要用哪一种？樱花的。这也是宠物，这都是宠物的吧？犬用。樱花配方，挂这里啊，这样啊，那你要打开就可以这样冲啊，不是吗？耶，吸蹦蹦，吸蹦蹦，好不好？吸蹦蹦，好不好？你应该就不用了，哎，快一点啊！快一点，不用啊，屁股，屁屁。搓一搓吧，他明天也是要去，明天也是要会接他洗澡，所以无所谓。可是今天这样就省下了。啊，可是他就是固定每个礼拜洗一次啊。再上一趟。那你们也上来洗啊？要不要帮他洗？我也要帮你。我不是就说，我看你们要不要洗啊，上去。啊，不要，那你上去一点看，再上去一格。对，这都行。哎呦，要不要跟他按摩？好，搓搓。你要手穿进去。好像就是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哇，你第一次可以这样好好的帮托比洗澡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他都是送宠物店洗。舒不舒服？你可以洗他的肚肚啊，泡泡来了，来洗啦，很快就到。连他头也洗了，连他头也抹下去了。你要不要来？要不要进来？一起洗，一起放松。嗯嗯，说。
去帮他搓搓。我来冲。哦，你来哇，两个人分工合作。好可爱呀、啊！我帮桃叶淋一下。好。来搓搓脸，是不是？搓搓脸，不要伤他的头了，对，伤他身体。帮他。好了。弟弟来，姐姐帮你一个。你可不可以请？弟弟可不可以请你帮他肚子？就是你抓一下他的肚子，你上面有肥皂，他肚子。好吗？冲干净，这边还是哎、欸，你得到了，这里这边都还是哎、欸，这边都还是泡泡，哎对对对，这边小弟弟，拖到了啦，镜头啊，好了，把学生湿哒哒，那你拿着，我拿大毛巾把它包起来。擦一下。大家去吹吹。走，那我们带他去吹吹。好了，关起来。吹啊，吹风啊，吹干，走。哇，下午好多人，下午超多人的，我们趁中午来是比较聪明。那我可以帮Toby吹吗？妈妈，你要看我的眼睛。妈妈。能给。没有啊，它这个有冷气的啊，这个是没有冷气的啊。这是吹水的啊，这是吹干的啊。这是吹什么？吹水。还有梳子。先吹水啊。他这两个开关有不一样，更强是？对啊，强。这个是冷风吹，把水吹掉。好了，没有水就来吹干。好了。换吹风机。有椅子。我还很多水啊。吹干啊。不要吹，你们还。用这个怎么办？没有啦，给妈妈吹啦。尾巴，尾巴没有吹的。嗯，吹尾巴。慢慢的。
动要动一下，移动一下。你吹尾巴就好了啦，你把尾巴拿着吹啊。哦，你灯太烫了。啊？好了，你又挡住了啊！啊，不要一直挡镜头啦。可以啊，帮他吹尾巴。那小小要不要再来玩？应该也只有夏天有开啊。冬天这么冷，这是室外哎。那就不是室内的，冬天没办法了。你看他的脚内侧那种粉红粉红的，脚怎样？脚的内侧感觉红红的。哦，本来就这样。对啊。他内侧都湿的。大狗要就要吹这么久了。对啊，小狗要在那个。也都要去宠物店啊，不然自己吹都吹不干。对，里面都还是湿湿的感觉。好啦，那就先录到这里啦。好啦，好不好玩？他说什么？拜拜。